Hello，大家好，咁好欢迎今日大家嚟到 Lunchtime Spa 啦。咁我哋 Life 文化好开心咧，再次同校务处 Chaplain Office 合作，就有今日呢一场嘅一啲音乐分享嘅活动啦。咁咧，我先介绍下我身边呢位咧，就系 Chloe 啦，就系我哋音乐系嘅校友。咁而喺钢琴嗰边咧，就系我哋Chaplain Office 嘅同事阿皮。咁佢哋今日会有一啲音乐分享带俾大家嘅。好，咁時間就交俾兩位啦。好，大家好。咁啊，介紹多少少我同 Chloe 啦。咁我哋就相識咧，就喺校務處入邊嘅基督徒樂隊。咁我哋叫 BUCB 啦。喂，你畢咗業幾多年？唔好講啦，好多年。係 啦，咁啊 Chloe 當時咧就係歌手同埋即係 cellist 啦。咁啊，我哋都好耐冇咁樣，好似未試過添。冇試過兩個同台咯，係啊，我哋未試過咁樣夾嘅。咁啊，我哋今日揀咗一啲音樂同大家分享。咁啊，今日嘅主題咧叫做腋下嘅逾越同埋復活。咁我用少少時間介紹下個主題。咁啊，疫情下邊咧經歷兩個喺聖經入邊嘅節日，一個係逾越節，一個係復活節。咁啊，其實嘅意思好簡單嘅啫。逾越節係屬於猶太人嘅節日嚟嘅，佢哋就係透過紀念嗰一日咧，就係當年上帝點樣帶領佢哋離開埃及嘅一個。節日，咁所以咧，你過逾越節咧，其實就係回望過去，上帝有咩恩典喺你嘅生命裏邊。而復活節咧，就係因為主耶穌復活咗咧，佢賜俾我哋有永恆嘅盼望咧，人咧可以向前看啊，原來上主嘅拯救咧嚟臨咗之後咧，我哋仰望我哋第時都係咁樣復活。咁所以簡單嘅呢個題目咧，就係想同音樂同大家分享啊，我哋雖然喺呢個疫情下邊。但係無論我哋喺咩境況都好，上帝都喺我哋嘅過去，上帝都喺我哋嘅前頭。所以我哋一陣間嘅歌曲咧，會有一啲描述翻我哋以前嘅一啲感受，又或者對將來嘅期盼。好咁啊，介紹第一首歌啦。第一首歌咧係我哋 BUCB 嘅原創作品嚟嘅，就是、我已經唔記得咗邊一年嘅周年音樂會主題曲，叫《孤獨》。咁啊，創作嘅係我哋偉大嘅。林思汗先生，咁咧呢首歌咧，佢系讲一个好有艺术性嘅歌咧，去讲一个孤独嘅感受啦。咁啊，然后喺信仰里边点样去理解呢个孤独咧？咁啊，所以同大家分享呢首歌。喂，Chloe 有冇嘢想讲下？我好中意呢首歌嘅。点解你拣呢首嘅？因为佢佢解释即系佢演绎孤独嘅同时，佢用咗。即係佢唔淨係歌詞，佢就咁聽個音樂，其實都好孤獨。咁但係其實佢入面用咗好多五官嘅感覺，即係睇啊、摸啊、掂到嘅嘢。咁即係我哋成日平時都會唔同嘅時候都會感受到孤獨咯。咁但係呢首歌其實佢又唔係好 negative 嘅歌喎，即係佢係我覺得佢係幫助我點樣。同自己相處咯，即有時自己孤獨同孤單其實係兩樣嘢嚟嘅。咁我覺得自己一個人相處其實都未必真係好孤單。好，咁啊，送俾大家孤獨啊！深深吸一口气，尝试去逃避，闭上眼找尽漆黑的空洞。
上眼却不可摆脱，孤单的冲动。深深吸一口气，合上眼凝视，张开手倾听，深深中的激动。好，咁啊，送完俾大家第一首歌系《孤独》啦。咁啊，唔知大家感唔感觉到，即系我哋好孤独啦。而家可能对住个镜头咧，唔系好知道后边有啲咩人。咁咧，跟住咧，第二首歌啊，不如你介绍第二首歌，因为都系你拣噶嘛。第二首歌系《Hallelujah》。其实我拣呢首歌系纯粹因为呢首歌好好听。但是其實佢嘅歌詞的內容其實都是講我哋信仰其實都嘅孤獨，係咪？即係有時，但係都要有盼望嘅，即係去到最後的時間，我哋都是要仰望上主。咁呢首歌咧，其實咧網上邊有好多個人改編過嘅，咁啊咩嘅版本都有人玩過啦。咁我簡單介紹下呢首歌啦。咁呢首歌係一個作曲家叫 Cohen 嘅一個作品。咁咧佢咧個歌詞入邊咧好有趣地咧，就用大衛即係聖經入邊一個人物咧描述佢唔同嘅境況。有陣時佢係好嘅，有陣時佢係好差嘅，有陣時佢係好迷失嘅。但是每一段境況裏面呢，他最尾都用 Hallelujah 嘅，即係聖經入邊 Hallelujah 嘅意思就係讚美上帝，即係用呢一個 Hallelujah 成為嗰個副歌。咁即係其實個意味就係咧，無論你過去嘅人生裏邊咧經歷緊高高低低都好咧，即係咧仍然咧上帝係值得讚美嘅。咁我哋都希望呢首歌能夠同大家分享，即係我哋嘅信仰咧唔係淨係順境嘅神，亦都唔係淨係逆境嘅神。在無論過去、將來怎樣都好，上帝都是這麼信實，我們仍然可以向祂歌頌。
好，咁啊，跟住落嚟咧係一首詩歌。咁啊，我每年咧即係 BUCB 啲基督徒樂隊咧都會揀一啲歌咧，就係嗰一年會用嘅歌啦。咁咧今年咧，我特別咧揀咗呢一首歌，叫《他知道他看到》。咁呢首歌咧對我嚟講咧就幾特別嘅，因為咧係我細個學嘅歌嚟嘅。咁話説咧，我細個咧參與一個音樂劇啊。咁而係呢首歌咧係音樂劇其中一首插曲。咁嗰啲細個聽呢首歌或者一齊玩嗰時咧，都覺得呢首歌好深刻啊。咁啊，所以咧，當我諗到啊，如果係描述個信仰嘅過去或者將來嘅話咧，我覺得呢首歌係一個好好嘅提醒。咁啊，歌曲講落講嘅嘢好簡單嘅啫。佢話呢個現實世界咧，就好似我哋今日面對嘅，無論疫情啊、社會環境啊、各樣嘢都好咧，其實係好痛苦嘅，其實係唔容易嘅。咁嗰啲咁困難嘅嘢點算咧？就係、是、靠禱告。係啊，即係你要向上帝禱告，你要相信禱告係有效用，以至咧我哋基督徒成日都有句説話咧，我哋叫行步見步啊，即係我哋就唔係見步行步，喺我哋行出嗰一步之後，發現咧啊，原來上帝嘅恩典咧一直都喺度，咁所以我哋帶住仰望上帝嘅恩典咧，繼續向前行。咁啊，希望呢首歌都成為大家嘅鼓勵。活着在困惱的風暴，他知道，他看到，受現實世界的激動。知道，他看到，求能逃脱思潮的汹涌，听了我心不停向主祷告，孤单漆黑遮蔽我现在。段段道路踏上方看到，求能寻到心灵的风中，教我信心坚强向主祷告，踏着步伐没停留控诉，凭信凭心前进，因他着在困恼的风暴，他知道，他看到，受现实世界的激动，他知道。求能逃脱思潮的汹涌，听了我心不停向主祷告，孤单漆黑遮蔽我现在，段段道路踏上方看到，求能寻到心灵的风中，教我信心坚强向主祷告，踏着步伐没停留控诉，凭信凭心前进，因他。
眼漆黑遮蔽我现在，断断都踏上风寒道，求能寻到心灵的风中，教我信心坚强向主祷告，踏着步伐没停留控诉，凭信凭心前进，因他指导。好，咁啊，下一首歌不如 Chloe 介紹下。下一首歌大家都聽過啦，就係、是、You Raise Me Up。咁都係好直接嘅信息啦，就係、是、最後我哋尋求上帝、仰望上帝，都係我哋嘅點樣講啊？我哋嘅興起或者點樣都係靠住上帝嘅。我諗咧，歌裏邊都講得好好嘅，即係係上帝帶領我哋，所以我哋先有力量去穿越嗰一啲風浪。係啦，我諗咧，而家我嗰個風浪實在太大啦。即係我諗，如果我哋靠自己嗰、那個即係嗰個知識啊或者經驗啊，其實都好辛苦喺呢段時間。所以我都鼓勵我哋而家嘅聽眾啦，如果你有信仰嘅話咧，真係依靠上帝去穿越呢啲風浪。咁啊，上帝係喺過去引導我哋今天，引導再帶我哋去到未來。咁啊，送俾大家呢一首歌《You Raise Me Up》。
好啊，時間實在啱啱好。咁啊，介紹最後一首歌。咁樣最後一首歌咧，都係咧頭尾我哋首尾呼應啊，都係咧我哋BUCB 嘅一個原創作品。咁啊，呢個咧就冇記錯，應該係四年前嘅音周年音樂會嘅主題曲啊，叫啊唔係喎，其中一首原創嘅歌，好似唔係主題曲。係啊，依、這個叫清心禱告。咁啊，頭先啊，咁無論歌曲又好啦，或者我同 Chloe 簡單分享都好啦，都係好想特別有信仰嘅人咧唔好無限放大而家嘅困難啦。特別咧，如果我哋睇翻聖經啟示錄嘅講法咧，上帝話自己係 Alpha and Omega， 佢就係始係終，所以咧佢係昔在、今在、永在嘅全能者。所以如果我哋有一個對信仰嘅委身嘅話咧，你要明白你要去過去揾翻上帝嘅恩典。你在現代要在今時今刻要找緊上帝的應許，將來要信靠。希望咧呢個過程裏邊咧，我哋作為基督徒咧，我哋相信咧禱告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持。所以咧希望咧用一首歌曲啦，嚟自 Abby 我哋偉大作曲家的上次同我一起合作嘅，係啦，咁啊佢嘅創作啦，清心禱告，希望同大家。即係 goodbye 之外咧，我哋互相勉勵，同埋講少少，同埋我覺得除咗盼望之外，我諗每一個 situation， 就算無論係好同埋唔好，我諗上帝都有嘢俾我哋學到嘅，即係好同唔好中間，我覺得我哋都可以揾到啲地方，我哋係可以學習或者有更可以進步，即係譬如而家咁 dark 嘅時代，或者可以令自己再靠近上帝多啲咧，或者可以趁機會去再尋求多啲上帝。咁就送呢首歌俾大家啦。
咁中間有個歌詞，其中一個歌詞咧寫住置身於世間風險裏分憂處，清心禱告。咁送呢首歌俾大家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清心禱告。好，多謝曬，我哋將個時間交翻俾主持人。好，主持人咧係依家行緊出嚟。因為頭先太 enjoy 啦，實在，同埋見到有人都喺度，係啦，講話要 encore 咁樣喎，咁可唔可以 encore 咧？定係有冇一啲嚇，即係有啲推介俾大家？即係可能喺呢段時間，你哋有一啲歌曲，即係可以係做翻一個 share 翻俾大家知道嚇。其實即係大家喺呢個疫症之下，仲可以聽啲咩清心禱告嘅歌咁樣。咁呢個時候我就要幫夏木柱賣下廣告啦。我哋喺夏木柱咧有一個14日嘅 music challenge 嘅。咁啊，之前咧完咗第一個關於這是天父世界嘅歌曲創作咧，我哋而家呢14日咧係舉行緊一個virtual choir。咁啊，如果喜歡合唱音樂嘅朋友咧，請你瀏覽我哋夏木柱嘅網頁。咁我哋會有個介紹咧，咁可以大家喺屋企裏邊咧錄低一個合唱嘅作品，然後咧我哋有專人咧會將你整埋一條靚聲靚仔嘅片咧，去成為彼此之間嘅鼓勵。咁之後咧，我哋仲有陸續有唔同嘅 challenge 嘅活動嘅，咁啊詳情都係請留意夏木柱嘅網頁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好好多謝阿皮嘅推介啦，咁大家就記得留意翻Chapel， 其實佢哋 IG 好似都 post 咗，同埋 Facebook 都 post 咗呢個活動嘅，咁係啦，可以參加翻啦。咁另外咧同學或者同事咧，如果今日就睇下個 chat room 有冇一啲多少少嘅交流啦。如果冇嘅話咧，咁我而家就賣一個廣告啦。我哋 Life 文化咧，其實去到四月尾，今日就係最尾嘅活動啦。咁不過咧，五月份咧，我哋會繼續都有 lunch time spa 嘅。咁都係逢一三五咧。咁我哋今次五月嘅主題咧就係生活和文化的一些二三事，即是有一些不同主題的藝術、音樂和文學呢，那就跟大家去分享這樣呢，所以呢大家有興趣呢都是可以填回我們問卷啦，就講回今天這個活動啦，或者你有什麼其他一些主題你是有興趣的，都可以告訴我們聽啦。至於五月份的活動呢，就留意我們 Live 文化的page 啦，就是 HKBU Live 這樣啦。很多謝今天大家的時間啦，我們遲些再見啦，多謝曬，拜拜。